宝可梦居然是卡牌组迷途深渊，开会。来，协助调查俊拿到旁边，毛球。种子铁球，长耳兔，开闪了，看一下是，我看啊，基础闪基础一阶，应该是基础或一阶进化哦，对，果然是一阶进化，一阶进化的龟族巨铠，这个我是第二次拿到了哈，它只有一个爆裂劈，然后没有其他特殊功能，应该不会再排组，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把这组。这张牌拿进去牌组里面了哈，最后一张霓虹鱼哦，霓虹鱼这一张的话，我记得它的那个意图有价值还蛮高的哈。好，今天就这五张卡片给各位参考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